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教大家快速做出帅帅的特效，就是这个周围边框会冒火的那个帅帅的特效。我先拉一个片段，你要的片段，然后先确定一下是这个。OK， 假如说像。这里好了，我们首先呢，就把这个地方切开，放大，哎，然后按这个 ，export 吃饭，哎，对，就这个，把它存下，再 Ctrl 加 I 到你的 Premiere Pro 这里，刚刚的应该是今天3月18，对，这张。OK， 按着 Auto 把它复制一个上去。欸，到这边之后呢，很简单，先把它切下来，这样会太短吗？哦，太短了。差不多这个样子好了。到这边的时候点上面这张图，然后这个 ED 大小的，然后这个 OPACITY 这个切，把它放大，然后点这个把它放大200倍，然后找到你要帅的地方开始切。这边呢，之后再点这个 EFFECTS， 这边 ECTO 就是这个拉进来。对，先对这个按下右键，它这边有个 NES 的，点下去 ，OK， 然后 ECTO 拉进来，然后再把这个倍数调回。原本的100%，这个有没有出现的？就是这个啊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至于这个的教学，我如果再不有那个50个赞，我就把怎么把这个特效用出来的教学。就是下载这个特效教学，再发一部 ，OK。